近日，林峰前女友吴千语又被传与富三代男友的情事。据说，男生是博雄被吴千语购爱巢，而爱巢离前男友林峰家不足500米，隔街的距离不行，只有不到2分钟。这又激起千层波，网友都说这男友心可真大。要知道，当时林峰和吴千语相识6年，相恋5年，因电视剧《男人如衣服》有了交集。此后相差14岁的这对情侣一直高调在媒体前示爱，之后分手不到半年，于今年1月份被爆出与现任男友相恋，但有人爆出其实2017年两人就有在一起的嫌疑，只是当时女方否认了这个传闻。现在林峰也被爆出有新恋情，并且参加了女生的同学聚会，可以说是就此公开了恋情，希望两个人之后不会因为下楼遛弯撞见尴尬吧，那想想就是世纪精彩大戏啊。哈哈，小编又八卦了。